我是 Irene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我现在在等 Zoe， 我开车从马贝亚来到 Managa 接他，然后我们要先去玩玩 Managa， 然后他要在我家过夜。我们来到 Picasso 的 Plaza。对啊，出生地，然后我已经遇到 Zoe 啦，感觉我们经常一块，感觉他经常开车来找我，超棒的，耶、那我们在等等跟 Picasso 拍照，网红都没有他这么受欢迎，对，所以我们也准备好了，已经准备好。可是我其实挺害怕这个包包会给那些游民偷，对。可是我跑超快，我有面子，对，对，可以的。好，我们先去拍，他们已经拍完喽。好吧，我们刚从他寻思作品源头的公园来到他的家。它真的挺窄的，就是这样子而已哦，就几步，然后这边全部都是咖啡，然后所以我就猜它什么都在这儿，然后它就不出远门。好了，我们已经经过它的博物馆，你可以买它的精品，就是它的商品这样 souvenir。然后它还有一个 supermarket 哦，感觉如果 Picasso 还在的话，应该都挺悠闲的，就不用去哪里，就在这边广场这边逛一逛，就完成所有他要做的事。这个就是Picasso 的受洗的教堂，还有在用的哦。好搞笑哦！我以前在这边住了半年吧，然后每一天经过这个，然后会想说，哦，好美哦，然后拍照，然后可能 story 这样子，然后大家如果有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的话，应该会发现我有挺多照片在这边，然后还没有 follow 我的话，就要去看一下咯。可是呢，现在我在看 Managa 最大的教堂，好美好美。然后我刚放了 drone， 然后等一下大家就可以见到这里的美景咯。你这样在 Managa 喝咖啡有多困难吗？不是咖啡的 solo 这么简单，还有这么多 category， 就你要奶的还是多espresso 的。刚刚啊，我们在这上面拍 drone 的时候，没有拍多少的时候。对，还没有开始耶。然后有两个警察走过来，我就想说是要搭讪吗？然后又要搭讪？对，因为今天很多人走过来搭讪。有游民，
对，有路过的游民，有在附近坐着的游民，没有，还有那个小小哥哥，哦，还有一个来这边当交换生的小孩，小哥哥，对我来说是小孩。然后其实不是，那警察是要跟我们说这里不能飞 drone， 所以我们之前都在城堡啊，都是没人的地方放是可以的，可是这里超级无敌多人，所以就不能。对呀，啊。那就没办法咯，我们之后带你们去比较外面一点的古堡，我们再来带你们看很好的风景。耶，yeah. so, 那我们现在去吃晚饭，去 Casalora 最古老的店，然后吃晚餐，收拾心情，我们在明天带你们去更好的行程，敬请期待。 See ya。Pequeño. Pequeño. ¿Vale? Sí. ¿Vale? Gracias. Soy 好厉害哦。他问我们要吃大盘还是小盘，我就说我们两个人觉得呢。他说两个人就吃大盘，我说可是我们两个是女孩。他说小盘。我们刚地道下坐的就是 Patata Bravas。然后我猜它是最容易做的，所以就已经上座了。我们要来吃晚餐了。好，所以跟大家讲一下，这是西班牙很有名的大蒜虾，用橄榄油啊，加上一些 paprika 辣椒。然后呢，这个是 patata brava， 是用自己的酱料做的，每一家会不太一样。那这个是我最喜欢的，是 barbecue， 它里面包的是那个 jamón serrano， 是一种火腿配上起司。我切开给你看。看里面的起司，超棒的，然后沾着它自家的酱料就可以开动啦。好，我们吃咯。哎，我突然有一个很好奇的想法，就是说如果我们都记录下我们这个 trip 的花费，那会最后会是多少钱呢？我觉得会是100欧左右，收益旅行吗？我觉得大概80欧，一人40欧这样。哦，我刚是在想一个人100欧。哎，我们还要算那个 hotel 哎。那你会超过。一百欧，一个人100欧，两个一个晚上嘛，100欧。好，那就先开始，我们先记录下我们刚吃了的三个菜，就23欧这样。刚付了费，在停车场的 ticket， 他没有给我们 receipt， 对，收据，然后是。7.8欧，你停多久啊？我啊，停了多久？7欧，不记得哎，好像两个是4个小时，4个小时，对，还挺可以。哎，你知道要10分钟之内就开走吗？快点，对。我们刚刚车子撞了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先到那一边去。有都有拍，好。经过这今天的一串艰辛，对，然后我已经伤心到几点要喝这个伤心酒，然后我们现在就在这里结束今天难熬的一天，但不要灰心，11月呢也就这样子结束了，我们再来不会遇到任何的烂事咯，希望是这样。那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分享或者是订阅我的频道。好，那下次再见，拜拜。看这个酒姐，我比较黑，你看不出来，只看到我不太好。可是我的 Asian flash 超厉害。我看一下，近一点，我的腮红很重，还是其实是我的 Asian flash？ 没有，我
Asian fries 是脸都有，额头我额头还没有，鼻子还是红的哦，我没有感冒哦。大家晚安。